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我们要来玩这一款叫做《小偷模拟器》。好，听到这个“小偷模拟器”呢这五个字啊，就知道是在玩什么了吧？你要扮演一个小偷啊，闯入别人的房子里面，偷到指定道具或者指定的鲜明花哥，我不知道。哦，那游戏内容到底是如何呢？啊，我们也就废话不多说哈。这个题材呢，老头还蛮有兴趣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就来玩看看吧。这个游戏哦，它在 Steam 上面发售哦，是要钱的。哦，不要再问我要不要钱了。哦，不要什么游戏都是要免费的，不要当免费仔好吗？好不好？我们现在直接开始了 ，Go。哦，一开始场景来到了一栋屋子，然后我这是我吧？我是男主角吗？啊，不是，这是我什么？我是男主角，这个是男主角吧？是吧？然后呢，左下角一个拷霸，哇哦！文尼可以不接吗？好，接一下好了。Hey, it's me, Vinny. It's me. Crowbar and listen up. Crowbar. We got a lot of ground to cover. 捡起 Crowbar. 接听。The Lombardis paid you. 隆巴尔迪家族付了你的保释金。虽然他们很感慨啊，很慷慨，但是他们需要你做点事回报。好哦。按下 I. 嘿。然后呢？看不懂。哦，装进去这样子啦。所以说，我们可以直接从这边升我们的拷霸出来。原来如此，还可以用来装一些望远镜之类的。行，打破，游进来了。哇，这游戏怎么感觉有点黑啊？进来，潜行。潜行可以让你减少发出噪音，按 C 蹲下。有了有了，偷偷摸摸，偷偷摸摸，我们要来偷东西了。哦，有个女人 ，Hey pretty hot girl， good， hello， 我就在你面前，你眼拖吗？还是我对你施展的念动力？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是还是这样子吧？然后左下角地图，我现在发现，然后左下角这个移动会有一个很像那种。心电图那种感应哦，那个是感应出你的噪音值。好，我们走到这边来，按 T， 灯光和可见性。晚上潜行最好避开光源，不然会被发现。好，大概是个概念。我靠腰，很小。哈哈哈！大大，这边怎么会有个人啊？这边怎么会有一个人啊？啊，怎么办？他要我过去那边，可是这边有一个人啊。Hello， 啊！哇，被发现了！警察抓小偷，躲在衣柜里面躲起来。我可以揍他吗？我可以拿我拷霸揍他吗？等一下，拷霸，毁尸灭迹！哇，被发现了！这个有点难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再试试啊。这到底什么鬼游戏啊？那这样照理来说，这边的话，哦，这边草丛就不会被看见了。噔噔噔噔噔，嘿，哎，果然不会被看见呢，好爽。我们到这边来了。有个笨蛋把手电筒掉地上捡起来，但别让人看见灯光。哦，打电话给报。哦，来报警这样啊？手电筒在哪里？哦，前面那个是手电筒是不是？好，我来捡，就是这个，这拿手电筒哦，这个啦。所以还存档嘞？我要怎么把手电筒放在我们的这里？好，然后便捷栏，哎，不行哦，为什么手电筒不能放便捷栏？他也没教我怎么开手电筒啊。对啊，警察抓小偷躲在衣柜或是那个，然后继续拿我们的拷霸。这小偷当小偷不能杀人哎、欸。哦，从这里行窃，打碎玻璃，也可以使出解锁技能，但是要等级是，或是玻璃刀，我们就不要打碎吧，我们就直接按一互动就好啦。
我们没有这些玻璃刀什么鬼的，只好打碎了。哇，长按慢慢打开，打开手电筒，有。Good job。现在重新分配一下财富了。为什么要分配？什么叫重新分配财富？好、哦，手电筒记得要按时的关掉，这样。啊，我们要怎么进去？爬窗，好爽啊！偷偷跑别人家里面就是爽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藏匿点。啊，我们到底要偷什么？哦，这个也能偷。且不能制造太大的噪音呢，还要长按慢慢拉开，太大了。哇，这边居然藏15美金，这么的爽啊！这游戏还蛮好玩的吧？我看好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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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爽！偷鞋子，偷鞋子，不要，这个臭脚丫不敢偷。什么声音？我怎么感觉等下随时会有人来，偷偷摸摸，再来偷偷摸摸。没人发现我的存在，我只是一缕云烟，是这样念吗？青烟而已，随风而来，随风而去，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，我该何去何从？看一下这里，哇，厕所哎，马桶里面有黄金钻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洗澡用的浴室。浴室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吧？感觉出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。其实这边有门，可恶！这个除了敲锁之外，敲锁还要等级一，自制的敲锁工具，这个没办法解。好，我们就来这里。哦，偷这种面包机，我来这里偷面包机的，哪里过来？给我看看，没东西。我这样子大力关他们好像也没知觉，貌似没什么东西哦。钱，做土司机，不必要的关注，卸下工具，关掉电灯啊，灯电筒，避免不必要的关注。接听，该跑路了，去车子那里，别让别人看见你带出。哦，这还要做完美的演示哦，然后关灯。逃出去，假装就跟一般人一样，而且往这里，哎、欸，这边他妈超黑。哦，好了，我只是个路人，噔噔噔噔噔，我跟大家都一样，我是一个良好市民。好，可以走了。我要怎么开车？上车啊！哦，有了。Yeah， 然后呢？互动。好爽哦！哎，连车都要自己开啊！我要开去哪？重点，我现在右下角背包写45块，我现在有45块钱。离开当地地点，好，往这边开。耶！当小偷好爽哦！啊，这是游戏哈，不要那边真的去当小偷哈，游戏模拟器而已，只给你模拟好玩的。不要在那边！哎呀，现在我要干嘛？他叫我离开当地区，但是没有给我一个……哦，这个是不是？哦，过了，这第一关，感觉后面就直接偷更好的。对，搞不好后面会偷更难的东西，比如说珠宝啊，哦，什么珠宝店之类的。这一般住宅应该对我来讲非常的简单。有新提示，有新提示。我们现在是直接回到自己的住宅区。Good job, man. Good job, man. 去睡一会，早上再聊。I'll get some sleep and we'll pick this up in the morning. 哇，好爽啊！我可以在这里做东西耶、欸。我们没有珠宝工具，没有办法做。我们还可以什么？哦。柜子应该是储存用的吧，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就放这里面啊。好哦，走吧，我们上去。
这是我的电脑，你电脑可以干嘛？哦，上网买道具，我现在做多少钱？我做45块钱。哇靠，这个还可以买这些有的没的黑客电脑，哎，52000。哇啊，这是什么？悬赏，看不？金杯，必缺少必须的物品，感觉就是偷一些道具。哦，我们偷到水壶，我们可以拿去卖16块钱。原来哦，我们还可以偷一些指定的道具，然后呢，他们要他们就会收。偷你论坛，购买。为什么那么多？什么购买？偷你。马丁家购买铃是什么意思？房屋警报提示，可能有货的地点。哦，后面损坏的木栅栏更容易被破坏。反正就这就是让你在这个马丁家可以更快速的通关哦，辅助的一个选项这样子。一直没人在家，哇塞啊，这叫15块钱的卡特家，还可以雇佣打手，好哦。先睡觉再说。好，我们现在没有，真没办法解锁。睡觉，困。明天再卡工。我不知道啊，说明天早上啊。那我们就睡到早上七点啊。有吗？时间在哪里？哦，时间出来了。爸爸，爸爸。看看电脑。不是这一台啊，这一台。来，你可以在盗贼工具网上购买新工具，但你可能不具备使用它的能力。点击偷你论坛，哦，这我刚看过啦，现在去车里，哦，就是叫我买这些东西。我已经跳过这个教学，我已经先买好了。好哦，他叫我去车库去看我的车子，好，试试看。先去把。把你的战利品给卖了，去存警街109号之前把你口袋清空。这个，这是我的方案工具呢。我觉得这样子才是。对啊，这是我方案工具，难道我要丢进去？不是吧，不要啦，这两个很重要呢。对啊，这两个很重要呢。好啦，我们直接走，不管了。上车。后车厢，后车厢能干嘛？拿、啊？哪里过来？意思是说，把它放进后面，去当铺卖东西。大哥啊，啊，我要怎么丢进去？重点啊，教一下啊。丢弃，然后丢弃，这样子吗？啊，全部都撒出来了。我真要醉了哦。啊，你车门也不给我开，那、欸、可以哎。好，没关系，原来就可以直接上车了，没事，不要理我。上车。发车咯，前往当铺。哦，可以直接这样传送哦，那、啊、就不用那么麻烦了，还要一个一个来这样子。耶、yeah, ，你好啊，8块钱，哦，好爽，好爽，卖完了。It's time for Greenview 109. 春景街109号，给我把那台电视搬回来。呜、哦，偷电视咯，好爽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偷电视。希望我们可以顺利偷到，好爽！当小偷在哪里？他是说109号。哎、欸，如果撞到人会怎样？109这边是16，我们应该往左边。我们要往左边。哇，这个车子回旋力这么强啊！107在那边，看到107了。
往这边108。哦，我看到109了。我怎么感觉我绕一圈的感觉啊？阿明就在这里。来来来，叮叮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叮叮，让我看看，备用钥匙在抽屉里面。什么叫备用钥匙在抽屉里面？啊，这是我购买的那个提示，是不是？ Yeah， 有买有保障。好了，我们要小心翼翼的，小心翼翼的。哦，有买有保庇。直接让我从后门进入，没有买你就想办法进去吧。然后这边是藏匿点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开始行窃，爽，可以啦。应该没人听到声音吧？而且我还用钱买通这个地方呢，这里没人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哦，这是我们要偷的电视啊，是吧？哦，大白天偷东西，那就不能等到晚上吗？这是什么？哦，钥匙。噔噔噔噔，互动，这没办法，这也上锁了，知道怎么进去啊？我觉得我们从这个后窗玻璃进去好了，反正应该也没人看得到。来，从这里进来。冰箱的东西可以偷吗？不行，我还不偷包。哇，我还不偷包，好爽，好爽。对不起啊，这是外面藏匿点。门前钥匙，其实也不必了啦。真的，真的不必了。钱，赚，给我钱。没有钱，下面有钱，转抽屉打开又是钱，也、欸、没有。好了，偷电视。哇塞，我偷电视还用爆的，好吧？重物，想要偷电视或打印机，就必须扒在车的后车厢里面。那重点是，如果这样，我要怎么把它放下呢？啊，有路人，完蛋了，使用钥匙。嘿、欸，没有人发现我哦。我只是电视维修公司，这家人的电视坏掉了，需要好好的维修一下。我不是什么小偷哦，真的，我不是什么小偷啦。不要把拷把拿出来啦，会被误以为是小偷啦，对不对？被误会就惨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只是要修电视，我没有要偷电视的意思啊。你看这个电视坏了，对不对？不如我们把它拿去好好修一修，对不对？哦，好像貌似有人看见了，不过没差啊，我们又不是要干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就单纯的只是要把电视拿去修嘛。我离开这里了，靠呗，撞到旁边的东西还要给维修花费的钱哦。哇塞，好了，我要怎么离开这里？走这里回去 ，nice， 大成功。走这边，他都没有那种直接上车就算是大成功这样子嘛，还要先走到这边来，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去当铺拿去卖。哇哦！记得用掉技能标签里没用上的技能，我升级了是吧？评分 S 级，好爽啊 ！I see you got my screen. Yeah. 现在去黑湾，来。Welcome back. 我们来卖一下土司机3块钱，卖，赚好赚满。好了，现在呢，该怎么做？该做什么？回家。回家去看一下黑湾，那个电脑里面的黑湾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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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I set up a page on there for the TV. 我给这个电视在黑湾上建了个页面，现在去卖了它，哪里？啊，旧电视卖60块啊，好爽哦！然后呢？
我现在有180块钱了，这两样东西我都有，不需要了。我觉得我要买这个，需要啊？我有啦。对啊，那为什么不能买？为什么？哪里鬼嘞？雇佣打手，你可以在这里找点灵活。我在那边专门为你发了一个活儿，贝克家，这是任务啊。然后我可以打碎盘子，我就可以拿到钱了。开车回到110号，用拷把打碎盘子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我要去人家家里打碎盘子。这个会不会太好笑了？110嘛，好像是110号嘛，对不对？我就过去看一下好了。这游戏其实还蛮有趣的，我觉得。110哦，要往左边走，这里就是这里了。哦，没事没事。109。后面损坏，他刚讲什么？没仔细看。打碎盘子，贝克家。这里面有没有人啊？后面损坏的木兰更容易破坏了。启用钥匙里面的一直没有人在家。这个应该是在讲这个吧？这个有算吗？贝克家呢？算不管，大摇大摆走进去。我、哦、看到我在那边啦、啊、！Oh my god！ 跑这么远。还好这个游戏可以续福特。来来来，拷把。嗨，你好，我只是稍微观望一下这周围哦，有没有就是小偷想要闯入这个家里面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我这就把车移开啊、哦。对不起哈、哦，哎，我是担心这边的那个主人呢哦。车东西就是被偷走，或是什么东西被摔破之类的，好吧？我这就把车停在这里。啊 ，sorry， 啊，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，真的是有惊无险啊，只能这样子了。应该是没人在里面啊，我是看是没人啊，还可以直接爬窗进来。先偷东西再说，偷，还有什么？速度，我总觉得这边的装饰跟之前一样啊！你不要跟我讲说每一个关卡都长这副德性哦，我真的会揍人哦！好，赚钱用的锅子拿去卖。任务完成。我才听说你居然都不知道怎么敲锁，学点基础知识，你肯定现在有足够的技能了。好，我要怎么学？教一下嘛，快点啊！别讲屁话，教一下啊！看一下技能，哦，有了，简单的开锁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点后续的。原来这个游戏还有技能哦，了解。原来如此呢。现在去盗贼工具买自制简易敲锁工具。你停车的位置不好，然后呢？那要怎么样？警察正在找你的车。哇，这样子也不行，完蛋了，有点不太妙，有点不太妙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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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非法入侵，警察全部都在那里，我玩屁啊！两颗星，哦，我还可以等消星，是不是？哎，很好很好，我就在这里等消星。抓不到我的，哈哈哈哈哈！过关了，我们可以直接回家，好爽哦！去当铺卖东西好了。啊，那这样我车子会不会回去啊？也、欸、会耶、欸。
哇，变成 F 了，因为被发现了。算了，不管了。Welcome back. Welcome back. Mike. 爽。好吧，我觉得这游戏其实也挺不错的哈。那目前为止还蛮有新鲜感的。那不知道之后的剧情会怎么发展。总而言之呢，这就是小偷模拟器啊，有各种工具可以让你去偷，有各种的技能可以让你去学。哦，偷的方法有百百种哦，但是呢，刚刚我们已经看见了重复性的屋子哦，就是说第二间屋子好像也长一模一样哦，还是说我看错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不希望它有点复制贴上的感觉，这样子会觉得有点无聊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啊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者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小偷模拟器再见面啦，拜拜。